大家好，我是张思瑶。今天呢，我回来晚了，因为我买了一个新带路的书包挂钩，因为我们的书包太大了，靠左又太小了，根本塞不进去呀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般都是把书包放在地上的，但是老是这样的话会容易绊倒，所以呢，老师建议我们买一个这个书包挂钩。我买的是新带路的，现在我们来打开看看吧。一个紫色的新带路，花了5块钱呢。很贵。课桌挂钩可承重30公斤，都可以把我提起来了，因为我就30公斤。来试一下，来，我们现场做个实验。来，把它放到这挂上去。还不错，很结实。哎呀，我才发现这个新带路，你看是紫色的，跟我书包也是紫色的，所以是一个颜色呢。收起来，明天还要用呢。开始写作业吧。今天作业多吗？不多。特别少啊？特别少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刚好可以多写一张卷子。第一个作业，听写生字。他。这就是今天的语文作业，就7个字。这么一点点。来，数学。真要做啊？做呀，不做干啥？我想去找妈妈。做完找妈妈。那我要去画画。做完画画。那我想听故事。做完听故事。那我想看书。做完看书。啊！我的故事做完。算了，开饭了啊！哎呦，我的。我的。知道边和我讲。这是我的，气死他了！我给你赚，请进吧。吃完了，走写作业去。哎，不是，应该轮到我洗碗了呀。来，宝贝，是不想写作业吧？哪能不写作业呢？又抓回来写作业了。我们要写作业。好了，作业终于写完了，我们赶紧把书包收拾一下。你看一大堆剪纸，我们赶紧收拾吧。你看，这是我的作品。给你看一下。哟，这是一个小人。哟，还有你给他创作的裤子。这个是裤子，它是裙子，这个是鞋子。哇。上面人家。两边都有剪纸的头。这个头发还没做吗？头发还没做。是最近又爱上剪纸了。明天要早点去，老师说赶紧收拾了睡觉吧，太晚了啊。你这个好看。眼睛大大的，这是我妈妈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喽。